Few are those who see with their own eyes. 用自己眼睛看的很少，我们通常都说电视说的，报纸讲的，没有讲说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是这样。Feel with their own hearts， 用你的心，自己的心去感受到，很少有人是这样。你不能这样子，你就是都是知识，都是别人给你的 information。In the middle of the difficulty lies opportunity。直觉呢，永远是来自信念。这个信念是说，我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也一定有机会在旁边，只是我没有看见，我现在没有能力看见，但是它一定在旁边。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信念。Look deep into nature， 深深的往自然、天然里面去看 ，and then you will understand， 你就会理解 everything better。就说你从自然里面去看，你现在看到的其他的事情，你就会理解的更深入。必须从整个 nature 来看，因为我们都在一个整体里面，你从整体里面你把自己放掉了，那个问题自然就会有答案。